请收看《为心世界》，用心看台湾。各位孙兄师姐，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用心看台湾》。《用心看台湾》这个节目，咱是以诚恳的心，邀请为咱台湾用心打拼各行各业的专家，将因成功的智慧分享给咱大家，用心来体会，用心来学习。今天接受咱访问的，就是法鼓山社会大学曾继群曾校长。曾校长你好。主播你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曾校长，每次跟你谈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校长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真的就是听起来就会一直想要说听下去你到底在谈些什么东西，而且越听嘛越入心。所以这是不是跟你平常打坐啦、运动啦、学佛有关系？平常我个人是会打坐一下，打坐一下一段时间，是因为利用打坐时间呢，也许我可以也许打坐完以后呢，对某些问题的思考会更清楚。是根据他们教育家的这个统计，比如小朋友中间有十分钟下课，当你回来上课的时候，你可以让他静坐一分到两分钟，让他静坐下来。是他们讲我们脑神经那个阿尔法波，脑袋就没阿尔法、贝塔、西塔，是它阿尔法波啊，它整个脑波啊，对学习非常的重要。你如果能够把它静坐下来的时候呢，是能够集中小孩子这个注意力，不要忙着上课，是因为他刚从操场回来，你要静坐一下。嗯，所以每个人我倒建议，当你有问题来的时候啊，不妨要静坐一下。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他为什么抽烟，哎，很多人有问题来的时候，你看到没，他先拿包香烟一点点先抽一下，是思考吗？他会心会静下来。是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你没有抽烟的人你可以，我们不一定说要大家怎么来用抽烟来让心定下来，那是当然，但是最起码我们要先静坐一下，静坐先想一想，想一想，是想一想，然后你想完之后呢再处理那个问题，绝对是得心应手。是应该是这样。是所以其实要静坐，常常开静坐，然后师父开始说，很多人现在要考试要升迁或者是考证照的时候，千万不要一来的时候就下笔一直写。对，师父说最起码要练个智慧咒嘛，对，摩诃般若波罗蜜嘛，先让自己静一下嘛，一下意思一样，完全一样。是，你念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南无阿弥陀佛，非常好，对不对啊？这个心就，他们讲南无阿弥陀佛，他吐气，是，他气一直吐，嘿，吐完之后再收回来，是。所以早上念南无阿弥陀佛，等于说吐气、吸气，是吐气、吸气，是。所以这样会把心呢，整个都把它静下来，念的时候吐出去，南无阿弥陀佛，吐出来，是回来再一次，哦，所以吐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听说，是听说是这样的，没错，各位可以把心静下来，因为一些中医的这些专家，对，常常在说气长命长啊，气长命长，真的要学着吐纳的时候，吐纳，是非常好的，吐纳，对对。那不过就说我们知道，因为曾校长呢曾经接受我们多次的这个维新中南天文化院，就是我们的杨院长啊，他的邀请参加了我们维新世界和平论坛跟世界和平高层的论坛好几次哦。那您对这个论坛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论坛呢，
对我们这个宗门来说是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说一个宗教团体，嗯哼，它等于是一个叫有机体，哎是，它本身是有生命的，是的，它是个有机体。如果你这个有机体啊要成长，是，信众要越来越多，是，必须要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宗门是在做什么，是做的事情跟整个社会是跟他个人都很有关系的，是有利益关系的。所以一个有机体要让它成长，嗯，要让它蓬勃作长，是必须要广纳外界的知识，也就是广结善缘，广结善缘，嗯嗯，而不是大家把门关起来，哎，就凭自己应该这样，不可以这样，嗯哼。所以因此我非常佩服虎年师父是能够成立这个南天文化院，是它主要目的就是广纳各界的这个进源，哎，是是啊，使得我们本宗门能够不断的扩大它的范围，嗯哼。所以第一个呢，使我们本宗门呢能够吸纳到外来的知识，是充实我们本宗门的各方面的一种这个法益，嗯嗯。更重要的是广结外界是的这个善知识，嗯哼，为我们这个宗门的一个目标是在和我们是共同努力，是这个效果就很大了，是。所以我们讲就从方法论来说呢，嗯哼，这是我们扩大宗门是它影响力最重要而最好的方式，嗯哼，所以我非常赞叹，是是。所以上次杨院长要我来参加这个论坛之后呢，我个人呢毫不做第二个是这个思考，马上答应，是是。我就认为这个是对我们本宗门来说，嗯，是扩大他的思维、嗯，是广纳百川，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嗯，没错，哎。就是我们的南天文化院院长杨吉东杨院长，还有他的夫人，他的夫人黄春枝，黄教授，哎，黄教授，非常的致力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院这种世界和平论坛的推广，还有两岸高层论坛的推广，哦，因为我们这里呢都邀请到了很多的学者专家，诚如那个校长您说的，并且呢还有其他的像两岸的这些高层的人士啦，还有日本啦，韩国啦，其他的国家，哎，有空都会来参加，对对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就是说您在2014年的1月3日哦，嗯，有参加过一个就是我们的世界和平论坛嘛，是是，你提到了就是说混言禅师世界和平建构初探，嗯，那我想在这里请你分享你的重点大概谈些什么。我当时为什么会想这个题目呢，我认为混言禅师弘法30年，嗯嗯，30多年了，是很多地方啊能不能把他一些思路把它理清楚，嗯哼，看它架构是把它理定，嗯哼，是以这个来出发点，是第二个呢，因为刚才主播所说的南天文化院杨院长杨教授，嗯，杨继东教授跟他的夫人呢黄春枝是黄教授，两个对我们维新中啊可以说是奉献心力，嗯，是令人佩服，是因此有一次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杨院长，我怎么样的，因为你曾经讲过说虎年师父啊是世界和平的推手，嗯嗯，对不对，是易经的行者，嗯嗯，没错，对不对，哎是，哎我说这两句话啊，如果假定说这两句话我可以作为我的一个方向的一个看法的话呢，嗯哼，你提出来这个是对的，嗯哼，因此按照论文的写作来说呢我要去求证，嗯哼，你火焰禅师是易经的行者，是世界和平的推手，嗯哼，我要从很多理论跟事实里面来证明杨院长你跟你夫人讲的话是真，你还是要正道一下嘛，哎，对，所以因此我就会写这篇文章，哎是，哎这架构了初探，当时我为什么叫初探呢，甚至发表论文之后很多人告诉我，哎他的曾教授你将来还有没有续探，还没有二探，还有没有三探，可以呀，哎他将来还来听呢，啊是不敢当，
为什么？我说为谁出汗呢？uh-huh. 啊，我说虎贤师父啊，这个思维啊，体大精深，是博大精深，是。换了一脉十根源，山高无人是坚城，上古人心本清净，红军老祖发玄玄。所以我这个一下所能够了解的，嗯，所以我叫做初探，是是，就这样，是将来可能说不定还有续探，哎是，啊、还在那、啊，非常好，那以后的事情，嗯哼。后来我跟杨总我讲，那他说可以啊，他是世界和平的推手，嗯哼，他也是易经的行者，好，那我说我来帮你证明，嗯哼，所以因此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是，因此我那我记得那篇文章里面，我从，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虎贤禅师当评论人，哎是。当评论到我的文章的时候，如果李主播你在场的话呢，大家都会笑出来。虎贤师傅他怎么讲呢？ Uh-huh. 哎呀，曾校长把我研究得很透彻。哎呦，我真不敢当。啊，因为我们做学术的人、啊、是。因为你要写一个人他的思想，写一个人他的作为、啊、是。最好有实际的证据。哎是。他本人的著作。他本人的谈话、嗯、哼啊等等，这个我们叫第一手资料、嗯、哼，用第一手资料来证明他本身的想法跟做法，是这是比较可靠性，是是，所以是我大概想从他思路的开始，从他民国1962年、嗯、啊这个测量公司啊、哎、开始他这个测量的、哎、对山水跟形跟位是讲清楚，我听得很清楚，他说观山、啊、先观形，嗯嗯，有形必有灵、哎、是、啊、有灵必有应，对的，哎我这个东西就是个风水嘛，哎是啊，一个测量的人呢、啊、他对位对个方位，嗯哼，对这个形特别重视，是因为他一个测量嘛，是可能前面距离等等，他说观山看一个山先看他的形，嗯嗯，有形就必有灵，嗯哼，有灵必有应，是有反应呢、啊。哎，是。哎呀，我当时我感到很那个，哎，后来我果然看他，因为从他的理论到他的实证，嗯哼，有的是风水，是，你看他亲自带学生，带文法师，是，他为了皇帝殿，蚩尤祠，是，啊，是炎帝庙，是，到河北，勘察现场各方面，去了3次到4次，是。我们风水学就是要讲的实地的勘察、嗯、现场的了解，不到现场你光讲不一定有用，讲什么是个基础，是你把你所讲的跟你实地所看的是印证起来，是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学问，是啊，又比如说他为了要追求世界的和平，他要把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5000多年来，啊，1516、1516姓氏是，通通请过来是安慰，每年有中华民族，啊，这个所谓，这个大祭拜，嗯哼，在元一号是，哎呀，尤其他把那个蚩尤，啊，平反他，嗯哼，我们读过小学书，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啊，炎就是炎帝嘛，是神农嘛，是。皇就是皇帝嘛，是，哎，三祖应该是还有蚩尤啊，嗯哼，那你不能说因为蚩尤以成败来论英雄，嗯，没错，就我们中华儿女来说，蚩尤尽管在那个时候虽然是战败了，嗯哼，可是他的后人，啊，虽然有流落在日本、韩国，还有我们西南这些边疆民族，还有很多留在中原。嗯哼，我们中华儿女当中有多少是属于蚩尤的后代？嗯哼，他的子孙是，所以不应该把蚩尤忘记。是，说那个多少年来，他为了这个事情奔走大陆。嗯哼，最后终于是大陆同意。嗯哼，你看有任何三族的时候，都把皇帝、神农、蚩尤列得很清楚。是，这个消弭了大家的一种仇恨。嗯哼，没错，很仇恨。像这个我个人都非常的这个赞叹，当然他事例很多了，所以当时我在文章里面我曾提到西洋有一个很著名这个哲学家叫康德，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是
喜欢这个实证，实证论，嗯哼，经验实证论，很多学问是从他的经验来，累积的经验，嗯哼，透过应的方法，是，它本身就成了一系列的知识，是。我说我们混禅师就属于这种，是。所以我用他的论点呢来证明说，杨金东你们夫妇两个讲的是真，是。这个论文就这样写的，是。所以那篇论文的基本的思想，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刚刚听你这样想，其实我也很感动哦。哎呀，对我们中文这个事情呢、啊，还弄得很清楚。原来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由我们的杨院长来接触你，来邀请你来参加的时候，然后呢，还要经过呢我们校长明察暗访啊，哎，还要符合我们师父开示我们说要正道、要行道，然后再来弘道。你刚刚讲的这一席，就是真的是在弘道了。对，他是从。弘道，对不对？嗯哼，去的实证，去弘道，是去正道，嗯哼，然后再教大家去行道，是这个教育方面是一系列的，嗯嗯，不是光会讲，是光会讲没有用，是一定要把讲的落实在行，嗯哼，这一些宗教是什么？信解验行，是它必须要连起来，是宗教真正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嗯，没错，就是是我很佩服他。哎，对啊，我也非常敬佩，就是我们的花果山的圣严法师哦。我这一次要来访问校长的时候，我也在把这个新六轮，哎呦，再看，再第二次再看一下。后来有提到了，就是说人间的净土其实就是心啊，提到了。所以我在这里呢，我想再请校长啊，你来谈一谈了、啊，就是说在我们的师父呢一直提到，就是说易经心法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心，但是这个心六轮里面的心呢、啊、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心六轮里面呢这个六轮呢，我先请你再给我们大家来开示一下。哎呀，主播你是很客气，你为了访问我关于很多资料啊看得非常清楚，一定要看的，我很佩服，谢谢。作为一个主播，作为一个电视这个节目主持人呢，这种敬业的精神啊，也是我们这个宗门呢、啊，这个熏陶出来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谢谢。真的，谈到我们这个谈起这个花果山这个新六轮呢，这也是我们花果山的创办人，嗯哼，圣严师父是他说。创立的，他为什么会当初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叫心六轮呢？是，为什么以心做他的开头呢？嗯哼。万万亿脉是根源，山高污染是坚城，上古人心本清净，红军老祖发玄玄。前面我们谈第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这次会提出来呢？他认为今天我们这个世道人心呢、嗯、是非常的令人这个感叹、嗯、他这个感叹有几个来源。第一个是不是我们家庭出了问题，哎，是，对不对、啊嗯、我们现在想看家庭出了问题。第二个我们校园是不是出了问题，哎，学校的校园那就出了问题、嗯、对不对、啊、第三个我们是不是这个职场工作里面、嗯、哼，老板跟伙计彼此之间是互相抱怨，是我就22K、嗯、你叫我工作要8个小时9个小时，我只会管我说管我的这个薪水，不管我到底工作做了没有，嗯哼，对不对？没错。另外呢，就是我们感到我们这个生活，这整个社会生活会不会太奢侈的，嗯哼，是因为诸如此等等之后呢，我们整个自然界我们整个地球就受到破坏，是，这是一连串下来的，是，所以他提出这个，他的背景是这样来的，嗯哼，是要先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问题点在哪里，嗯哼，能不能根据这个问题点，大家诚意正心，是，啊，打从心底里来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所以因此呢，他就提出这个心六轮。嗯，就跟刚才主播所说的，实际上我们心六轮或者花果山提的那个心，嗯，跟我们中文所提倡的这个易经心法是可以完全很多地方精神完全的一致的，是，就是我们看任何问题，
我们必须要先正心诚意。是，因为你做任何一个事情，做任何一个计划，甚至我们做人也是一样，嗯，不正心不诚意的时候，这可能是你会虚伪，做事也是马马虎虎。是啊，心无论在我们宗门，或者法鼓山，或者我们佛教，都列为第一。是，所以修佛就是修心，是佛就是心嘛。是，所以圣人师父他说，你要先把这个六个事情做好，一定要把心摆在第一位。嗯嗯，以心作为基础。是，所以前面加个心六轮。哎，六轮呢，因为我们过去就五轮嘛。哎，五轮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这个君臣啊，这个兄弟啦、夫妇啦，啊，这个朋友啦，嗯，啊，什么等等五轮。是，但是今天这个五轮呢，可能不能够适合今天这个社会。嗯哼。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人我的关系太疏离了，是啊，一个人在团体里面也不晓得他怎么处相处，嗯哼，所以因此他以为五轮代表不够了，是六轮，是，所以我们看啊，家庭伦理是第一个他重视，嗯哼，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家庭里面，你的角色的扮演是，父要像父，是，母要像母，嗯哼，啊。夫要像夫，是妻要像妻，各尽其职，哎，各尽其职，不错，嗯，要把角色认知办清楚。嗯哼，所以我们讲这个家庭呢，不一定是伦理，应该是伦理。是，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很多这个很多这个新婚证词的时候都说，家庭不是伦理的地方。家庭是讲伦理的地方，哎，这两个字就差多了，哎，差多了，对不对？讲伦理，哎，说很多事情，我们大家心平气和，是啊，不要想啊，我比你大，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这就不对了，是啊，有家庭，比如校园伦理，嗯哼，今天我们校园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师不像师，生不像生，学生打老师的，老师打学生的，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很多学校啊，图谋不利。嗯嗯，啊，各种不同的，都让整个校园里面，啊，是搞成乱成一团。是是，老师没有好好的教学，学生根本没好好学习。现在我们发现很多家长啊，也干预校园的运作。嗯哼，这有时候也不应该。嗯哼，因为教育到底是很专门的，啊。是。家长当然是关心自己的小孩子。是。但透过的方式。啊，稍微要柔软一点，是不能跑到校园去大呼小叫啊，这师道的不尊了，啊，对不对？早些时候的校长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有这个事情，也不会有这样一样的了。所以今天整个好像都变得不一定是大家对，是校园伦理啊，家庭伦理、校园伦理，嗯，啊，职场伦理是啊，职场必须要大家态度的问题，态度问题。嗯，所以谈到这点，这个日本的职场啊。我想大家都很好，大家都很清楚，一个员工从头做到尾，是，他可以做几十年，是，在这里退休，是，甚至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可以要求自动减薪，是，共度时间嘛，嗯，对不对？把这件事把它过去，是是，啊，所以刚刚校长提到这个心六轮呢，对，我读过了以后，发觉我感慨其实很多，心真的非常重要。您刚提到家庭伦理啦，对，生活的伦理啦，校园的伦理啦，再来就是还有自然的伦理，对，职场的伦理，哎，族群的伦理，哎，对，族群，哎，所以凡事呢，就是心呢，师父呢，我普贤禅师在开始我们就说，心取了一个中道，对，这个太极当中呢，取了一个中道。那这个一呢，一者意也，意者心也，嗯，那呢，心者呢就是中道也，中道，所以凡事要取得一个中道，不偏不倚，这是是为中，哎，对对，这是非常好的，对对对，所以其实谈到这个心六轮，我越看呢其实也越感动。那刚刚我们也跟校长提到说，真的跟我们的易经心法是相当契合的，所以这两位一个伟大的大师呢，其实都是呢对这个社会国家世界和平贡献非常的大，所以今天非常的高兴邀请到校长来接受访问。我想谈到了心，让我们的心更踏实，每一个人从你的心去找到我们的净土，那是我们现在在人生呢必须要追求的。谢谢校长，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当时那么真，感谢收看，用心看台湾。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这是法鼓山社会大学曾济群曾校长。希望大家的心都非常的安定，
凡事但求心安。谢谢各位。